杨老师好，你好。哎呀，这个在这个疫情反复，大家要各保平安。嗯，对对对对，听说杨老师最近在潜心写书哦，是吧？也不是写书吧，就是机缘巧合吧。最近我的整个兴趣好像被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被吸引住了。原来有所吸引，那好像越来越强的被吸引住了，就所谓的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启蒙时代导致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后来的衰落的学院派，主要是反差太大。今天我们没有谁记得学院派的画家，我这一段我都不熟悉啊，这一段的这个绘画史，这个我也有很有兴趣。但是呢，其实主要是琢磨拿破仑时代，就是说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跟拿破仑有关的绘画资料，因为拿破仑是一个被艺术家充分表现的一个对象，从人化到神化到鬼化到妖魔化全都有。这个就是这种是不是体制化兴起的时代这个国家意志，新古典主义跟拿破仑很有关系，因为拿破仑推动或者说他很肯定，那当然就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而且拿破仑帝国他也很重视艺术的作用，那个年代艺术的重要性其实超过文学。哦，是吗？英语，对，那个年代超过文学和英语，就是在拿破仑时代。当然，这个艺术古典主义刚好跟拿破仑所需要的宏大的这种叙事和颂扬的模式密切相关。而且呢，拿破仑迅速崛起又很快的就失败了，最后孤独的死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所以他的人生就非常符合古典主义所定义的英雄角色，就是。完美，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悲剧，因为他失败得非常彻底，连他唯一的儿子在20岁的左右又病死掉了，是吧？他又家妻离家亡，最后一个人非常孤独的在海岛上。但是呢，和他之前的那种辉煌的成就迅速崛起，当了皇帝，统治整个欧洲，这种反差非常大，非常符合古典主义的关于英雄的这个定义，所以。新古典主义到学院派，拿破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描绘的母题，从歌颂他到把他当作一个悲剧英雄来描绘都有。非常有意思。那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作品你觉得是很是的？这个拿破仑前面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激烈程度，反正当时的英国人大跌眼镜，虽然这个英国革命是第一场革命，但英国革命跨度长而且比较温和，虽然他们也把他们的国王砍头了，但是后来又迅速恢复到君主立宪制。但法国大革命的激烈程度让英国非常非常的诧异，以至于拒绝，以至于排斥，当然也背后有一个英法的海外殖民和欧洲主权的一个竞争。那么法国大革命的那种内部混乱对外扩张，可以说登峰造极，我发现所有极端的这种社会行动和政治纲领乃至革命根源都在法国，都在法国。所以呢，法国大革命呢，就首先就催生了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大卫嘛，是吧？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前或者启蒙时代，所强烈反对的波旁王朝的那个所谓罗可可艺术，其实就是优美啊，就是这个高雅的色情对对对，闺房里的那个闺房里的那些养尊处优的少女和女性们的无聊的偷情和那种情绪发泄，这种风气影响到大家的装饰上就是非常的
复杂繁华啊，这个等等等等，罗可可嘛，大家知道嘛。所以其实新古典主义是在启蒙运动的刺激下，反对罗可可这个风气而诞生的，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就是17世纪的温克尔曼这个美术史家，他写了一本古代艺术史，因为他崇拜希腊罗马的艺术，对希腊罗马的艺术做了一个判断，叫做大家都知道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哦，其实今天从历史的角度，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温嗯。克尔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他所鉴定的很多他认为伟大的希腊的雕刻艺术，今天都证明基本上是古罗马的复制品。第二呢，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古希腊的那些雕刻不是以我们所认为的崇高的这种大理石而呈现的，因为当年的雕塑要涂上肉色，眼睛要看上玻璃珠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当年雅典的城市沿途矗立着一座一座雕塑，那真的是肉体雕塑，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埋在地里那么多年，重新挖出来以后，颜色没了，玻璃柱子没了，然后他们惊讶地发现，哇，这个大理石的这种力量，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其实大卫就是在这样的理想的号召下来实现这个的。当然，这是一个思想来源，风格来源就是普桑。普桑其实也是罗可可的一个风格来源。非常有意思的是，罗可可的这个代表的画家叫布歇。布歇是被伏尔泰臭骂的一个画家，说的非常无聊，就会这个画那些下三滥的贵族色情。但是布歇不仅是大卫的远房亲戚，而且还是大卫的老师，入门老师。哦，这样但子。是大卫的，对，大卫的入门老师，而且帮助大卫考进了当时的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但是大卫可能他的经历跟布歇不一样，他小时候这个父亲早逝，跟了一个他的母亲把他交给一个建筑师作为他的养父，而且大卫本身那个嘴巴可能是长过瘤子吧，反正开一个刀以后嘴巴是歪的，不仅嘴巴歪的影响说话，那个年代不能说话或者说话的这个能力不太好的话，你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啊，和社会声誉的前途的。所以大卫是个沉默的人，也容易这样的就养成一种内敛的和一种紧张的性格。考到了巴黎皇家绘画和雕刻学院，所有考进这个学院的学生考进去以后，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要获得罗马大奖，获得罗马大奖就可以拿到国王的资助，前往他们心中的艺术圣地。意大利罗马可以住3年到5年，而且住在著名的美第奇宫。所以巴黎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还有一个罗马分院。哦，这样子。大卫，对，大卫进去考了，第一年没得到罗马大奖，第二年没得到罗马大奖，第三年没得到罗马大奖，要自杀了，郁闷满腔啊，要自杀了。大家终于得了。得到了大奖以后，他就终于成型，就去了罗马。哦，而且这个得了大奖，就获得了很重要的名声。当时负责国家沙龙展出的一个美术官僚，看到大卫很有前途，把自己女儿嫁给他，这样他就有更多的资金待在意大利，在意大利这个遍览文艺复兴的大师的作品，然后在这个地方画出了他第一张成名作。这个成名作，今天我看这个美术史的记载非常非常的轰动，就是荷拉斯兄弟之死。这张画画出来以后非常巨大，画出来以后，美术界从罗马到巴黎可以说是奔走相告，好像改天换地，一下子就把罗可可的风气干下去。我们今天看荷拉斯兄弟之死，我们就看出一种罗马风格。什么叫罗马风格呢？就是强调雄强、有力，而且在这个荷拉斯兄弟之死，三个儿子和父亲互举手宣誓，誓死决战，宣誓形成一个非常稳定有力量的三角形。这个举手仪式，有人做过考证啊，说希特勒纳粹希特勒那个举手仪式应该来自于这个
大卫的教皇，哦，这样子的，那对，应该跟他画的举手有关系，而且这个举手这个姿势影响了后来很多很多画，这个以后再说。然后希特勒也崇拜拿破仑吗？对，拿破仑就是欧洲的第一个，这个把战争扩散到整个欧洲的第一个人。拿破仑之前的欧洲战争，包括英法的七年战争啊，各种各样的战争啊，包括那个叶卡捷琳娜彼得大帝的那种北欧和他们那个东欧的战争啊，严格来讲都是偏局部的战争，但是拿破仑把整个欧洲彻底卷进来了，所以欧洲的现代性从拿破仑开始，欧洲的整体的全盘战争从拿破仑开始，终结于二战，所以我很理解欧洲人为什么那么厌倦甚至惧怕战争。拿破仑时代，拿破仑打了15年仗啊，大概从1800年算起的话，1798年算起的话，到1815年，15年的仗，16年的仗，法国的士兵阵亡，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估计是在，应该是在200万以上。哇，那欧洲的整个士兵也应该在400万以上，那么200万的阵亡就意味着包括受伤的、失踪的，就可能要过千了。嗯，那么整个欧洲光是拿破仑战争十几年卷进去的阵亡和伤亡的数字，那就是2000-3000万是没有问题。这是这个战争的规模到这个程度，这是好几个统计数字在讲的，也有保守的，也有一个测算出来的。所以拿破仑战争是一个全欧洲的一个战争，都被卷进去，所以拿破仑是现代欧洲的开始。但是呢，拿破仑还有倒是有几条，为什么今天我们还可以怀念他，甚至法国人还是公开纪念他的？拿破仑第一个，拿破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个年代当皇帝很正常，他没有，他除了屠城，就是说当时的习惯是城市反抗跟蒙古人学的，一个城市反抗了，这个打进去以后就把男的杀掉。或者杀很多青壮年，这个不是有发生，或者是有一些法国士兵抢劫给农民杀死了，拿破仑就会把这个村子围起来，就把他杀掉，能够杀就杀掉了，或者抢走。除此之外，拿破仑没有明确的种族屠杀的行为，当然也就没有记录。第二个，拿破仑时代没有出现纳粹德国的什么咖啡馆之夜，什么长刀之夜，就是说拿破仑统治法国十几年，他没有进行血腥清洗。嗯哼，其实他的敌人就是法国两个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啊，今天历史的评价好像也很差，一个是塔列朗，拿破仑时期的外交部长，一个是富歇，拿破仑时期的内务部长。这两个人后来也是推翻拿破仑，拿破仑上台跟这两个人很有关系，拿破仑被推翻跟这两个人也很有关系。而且我看拿破仑的那个传记和各种材料，发现其实塔列朗才是真正的外交家，拿破仑不听塔列朗。塔列朗在拿破仑高峰的时候已经预感到，拿破仑如果不改变他的对外策略的话，一定会灭亡，所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一方面自己大贪其钱，拿破仑气死了，把他革职掉，但是似乎也没有杀掉，就拿破仑没有杀过政敌。他的一个政敌，一个著名的莫罗将军，在法国军队里面很高威信，原因就是在拿破仑早期战争中打过几次重要的胜仗，但是后来他反对拿破仑称帝，他是共和主义者。英国人发现了之后，派人过来这个动员这个莫罗将军参与他们英国人组织的这个推翻拿破仑的这个政治运动，但莫罗将军拒绝，他说我绝对不会帮英国人，因为我是共和主义者，英国是个君主制。而且这个事败露以后，英国的间谍被一网打尽，拿破仑都把他枪毙掉了，但是拿破仑就没有枪毙过。因为莫罗的确在军队威信很高，所以呢这个重新发落，莫罗也的确没有参加谋杀拿破仑的行为，但是呢英国人已经注意上他，然后呢他只是被轻判了一下，然后就流放到美国去。所以这个拿破仑统治的时候，他没有进行内部清洗，没有进行种族屠杀，所以今天我们看拿破仑的时候，这两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后来的那些像希特勒这种恶魔，这个有明确的种族屠杀的计划，还有一个就是越到后来又有一个内部清洗，是吧？这两点其实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所以说，也就是说，拿破仑某种意义上还是只是一个威权政治，他不是一个绝对独裁。他虽然也脾气暴躁，虽然也唯我独尊，虽然也宣布我是个国家，但是并没有以这个为名去过度无辜的杀人。他反而在统治期间，为了平息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这种激烈的那种对峙，一方面是保王党人，一方面是雅各宾派、共和派，这两个势同水火，你死我活，互相屠杀。而拿破仑上台做皇帝的时候，强力压制这两派，就是说既打击保皇党，但同时也放过一马，同时打击雅各宾，极尽的雅各宾派，但也同时放过一马。所以他称帝有他法国的一个逻辑，社会发展的逻辑在。Thank you.